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个，这个是那个2月15号星期六的时候，那天是上班日了，可是也是很多人哦去买东西。那他这里有这个什么山猪肉我已经是不加贵，可是那个是到餐厅吃的，一开西头的餐厅家，它吃起来脆脆的。啊，我不晓得这个煮起来是不是会这样子，因为一熬牛花那样蒜泥白肉，从这蒜泥白肉。那天我买的时候是那一个几包，6包是200块还是300块，忘记了。好，它一包差不多这么多而已哦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煮2包哈，嗯，给你煮2包，煮2包，你还差不多了哈。啊，一包我炒好给几个人吃安尼，好。安尼，咱先来冲水。咱来，因为我们今天也煮蒜泥白肉，啊，超简单的，好，煮迄个简单够好食的，好吗？因为我食别人的是蒜泥白肉是，这山猪肉煮起来是脆脆，杀起来是脆脆，就是这个回的地方是脆脆哦，袂软哦。好，今天我就来试看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，先去把它冲一下水好了。无，伊切的过程然后要着手无？吼，毋知影，我来啊。小遭罪者，小水一下呢。你看，洗一洗还蛮多的呢，2包冲起来就多，无贵呢。哎，如果若说那以买300块来讲，一包等于50块嘛，啊，2包100块，啊，另外啊，一碗这大碗，我讲袂讲真细呢，看一下，袂讲真细啊。然后你看，它这个还蛮多的，啊，伊这。哦，够价，够有配诶，看是有影即，敢若正像山猪嘛？我惊讲有，毋是正确，看是敢若正诶呢？好，那我们就来从做蒜泥白肉，比较简单啦，吼，较好煮安尼。要不然如果天这种天气还好，冬天吼，都爱炒，袂感觉足热啊。啊，如果夏天的话，吼，你会感觉足热啊，就用烫水较紧安尼。好，那现在咱来摕来烫水。我先那个好了，先调酱料。我们先调酱料，再来烫水哈。酱料就是来，如果就是葱、蒜头，还有这个辣椒哈，还有这个酱油，导游膏、酱油膏，再来就加少许的酱油，因为你要完全弄导游膏哈，就会太上锅了。先给割了没？好，那我们先切一下这个蒜头、肠啊，还有如果不吃辣椒的话，就不要加辣椒哈，它不会咸。好，咱来切蒜头。那先来蒜头切，有的人会磨成泥对不哈？我比较不喜欢吃磨成泥的啦，所以我也要切颗粒颗粒的，细细的，然后再颗粒颗粒的这样子。我们把它先切薄片嘛哈。然后这样切黑豆饭，切碎碎的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这个把它切成有点颗粒哈，就又有啊那边喝啊那，然后放在里面，这样一颗，然后一颗就够了，不算好伤多哈，惊伤咸。好。再过来就是葱，也是把它切碎碎的。也是把它切碎碎的，等于老高一我也是把它切碎碎的。好，那喜欢加辣椒的就吃辣椒哈，啊，那我们就不要再加辣椒了。来，那先来冲一锅，好，1汤匙的酱油。
还加差不多一汤匙的糖啊，你要顶顶好讲，稍微甜甜的这样子，好。如果不吃那么甜的话，就不用加了。比如说你的酱油比较甜一点的话，就不用了哈。那最主要就是买好就要甜甜哈。啊，即马从豆油，因为从个清的豆油落去，伊就有水，啊，这糖安尼小把好啦。好，好啦了，好，酱油膏。也差不多一汤匙就够了。如果你接的不够的话，我想，这样应该就够了。一汤匙半好了，小块哥哥哈，因为我这是安那个豆油膏个清的呢，因为惊弄豆油膏伤个膏，这样反而不好吃。好，我们再加些香油。好，加一些香油，加一些香油，这个香油比较香，会比较香。好，然后把这个葱加进来。好，这样就变成一碗那个有一小碗的那个蘸酱，就得蘸酱。好，蘸酱得蒜泥，那用蒜泥白肉蘸酱就行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就清分了。这样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阿兰今麦来烫那个猪肉，黑恭喜山猪肉，让来看看是不是山猪肉，吃看看。好，那今麦来烫山猪肉哈，这底嘛哈，猪肉底嘛。这个通常啊，通常咱来烫的是拢这水是滚的，水也滚的，啊，这黑底嘛落去对不哈？可是我今天要把它试验看看。有人是讲，跟用冷水落去就好，用冷水落去滚，互伊滚起来，就咔咔安尼讲是较袂肉，较袂硬硬揪起安尼。我想今天我就要来试看看啊，看这样子是不是会比较好吃？通常咱也烫要放在底部是，咱是拢水滚对吧？哈，水滚而且底部黑了嘛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弄不一样，试试看。我今天就是要试试看它这样子，同时这样子下来。就冷水就下来了，哎，滚开了，咱就锅开呢。因为我有发觉哈，我在吃火锅的时候啊，在外头吃火锅，就是水不要太烫，莫讲滚吧，黑落去。滚肉下落去，摕起来吼，食我来感觉，迄肉来拢个泡泡安尼。啊，我捌尝试着吼，着火也禁起来，小可温温的是肉，摕落去，甲落去焖一下安尼，甲放落去，啊，许温水焖安尼吼，啊，摕起来肉啊，感觉特别，感觉好好食呢，吼，比较感觉较油啊，安尼较袂安尼粗粗干干吼。啊，因有个人是讲，你热水，然后你底肉下落去，啊，着安尼规个缩起来安尼吼。这样子的肉哈就会比较硬啊，呢啊，所以我给你的气泡嘛，是不是这样会比较好吃？我们改个盖子哈，好，差不多不够了吧？都差不多了，你看，好，你就这样子把它烫，试看看，我这样子试。毋捌用冷水来烫，我用冷水烫食看嘛，看是毋是会脆脆的呢？把它关起来一下。哦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滚起来呢，吼，还袂使，偏个胖胖的，没有那个猪肉的腥味哦。
哎，也是蛮大盘的呢，一盘这么大盘。好，那这样子好了以后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哇，这个有的人会在那硬起稳就好啊，可是有的人会在南面顶管对吧？哈，你也可以把它淋在上面，直接就淋在上面，你就省得粘。哎，可是你也可以粘了哈。放在旁边，如果有剩的话，放旁边。有的人哈喜欢吃香菜的话哈，你也可以把香菜加进去哦。香菜或者芫荽哈，就是香菜啊，香菜梗啊，哇，切的又有啊，切碎碎的，有芫荽啊，加进里面也很香，很好吃啊。那我们就来摆盘一下哈。这是香菜，芫荽。如果喜欢吃辣椒的，可以加一些辣椒了哈。那我这个是先摆盘，好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好吃的那个蒜泥白肉。好，我吃吃看，看好不好吃啊？有朋友说，你有没有吃看看好不好吃啊？说实话，其实这样子应该是很好吃的啊。如果你要重口味一点的话啊，就再多沾一些这个。那我这个是已经有沾到了，我再试试看。好吃的。微笑，我看肥的有切切无，因为我食别人的是有切切啊，我毋知这是毋是有切切无安尼。来多沾一些，我喜欢香菜。好吃，配袂匀嘞。肥肉是无讲真脆，我顶回食迄个啊脆，我再吃一块，好吃诶，会想要再吃的，好吃好吃，我这个没沾掉，所以要这样子再沾一下，加生菜更好吃哦。掺盐水如何加哈？如果你酱油买较甜诶，会使我加掺一寡糖啊，我这是掺无讲真侪糖哦，一汤匙啊来是袂讲真甜啊，你刚刚好。好吃的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哎，朋友，如果你那个，我不止，我来根本这山猪肉还无咸呢。你看一般的猪肉，安尼都伊杀起拢了有咸哦。这我阁无掺滴，无掺酒，没滴酒，就这样光是这样吃。就很好吃，好朋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吼，你来王中煌，我这是叫高阳王中煌去买啦，还有些山猪肉，其实普通的一般的猪肉来做，又浓又嘛真好食啦。我本来我是我有捌试过要猪肉，就是用冷水煮好食，是用滚水滚滚下落去，淡猪肉好食。我改天我要搁我试一下，讲滚水滚滚个猪肉。这个猪肉哈吼，都把个蛋落去，再蛋落去，啊，再烫起来，安尼好好食是安尼。啊，安尼食，我现在这样子用冷水煮的哈，微笑，好吃。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谢谢。